我初初以为这个是由一只蛋成长成为一只鹰的故事。我想挑战，我想挑战地心吸力。我一直以为飞出学校外面的天空是更加美丽。但是当我飞出去之后，发觉由天空望落去学校的风景更加令人心醉。啱啱学的时候真的很难操控，但是我屡败屡试，挑战地心吸力。原来一间学校要充满了人的笑容才会变得漂亮，变得伟大。